充上电了，现在有24%，大概有一个小时就充满了，充电功率是57千瓦，这个充到80%多到90%多的话挺快的，就是90%到100%稍慢一点，充电速度还是可以。实体经济确实是，能自己拍这个门面房，全部都关了，就一个饭店开。那个打卤面也关了。我怀疑这帮实体店关门的，是不是都去跑车了？跑了一单，23块钱，24，还有昨天的奖励70块钱。昨天这个奖励完成了9单，差3单。就是差3单的话还能再奖励32，就是没单子，等了2个小时啥都没单子，转了半天也没有单子。今天上午3点5个小时接了4单，54块钱，有一个奖励70块，昨天的。